大家冇諗過五年之後你做緊咩工作，生活又係點樣嘅呢？如果咧而家你嘅諗法係所有嘢維持現狀同而家一樣咁就好啦，咁我恭喜你，因為咧你而家擁有住一個咧你好中意嘅生活方式同埋工作，亦都咧好滿足於呢一個嘅現況。但係兩年前嘅我咧啱啱相反，一聽到呢條問題嘅時候咧，我係好驚啦，我係唔能夠想象咧我五年之後咧依然喺同一個位置做同一樣嘅工作。大家好，我是 Bonnie。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做了一个很挣扎也都很重大的决定，就是呢我决定攞钱加读书加转行。当时的我呢年少无知，以为这件事呢会很简单，因为很多广告都讲到好像转行很容易，读完一个 course 之后呢就可以出来找到工作。最后呢历时1年零5个月，在我就来要放弃的时候呢，我找到一份全职的产品设计师的工作。在那段时间里面呢，其实我见到很多人在 YouTube 上面去分享他们自己转行的经历，有很多人都说哦，3个月内、1个月内就可以转行成功。面对着那些影片，那些的标题呢，真是压力很大的，也都不断去反思究竟自己是不是做错决定啦，我是不是不适合入这一行。但是最后的总结呢，就是每一个人的机遇呢都很不一样。我也有同学呢是读完整个课程之后呢决定呢回去本行工作。所以今天呢有一点是交成绩表的感觉，因为呢我整个过程呢都是有 vlog 有记录落嚟嘅。呢个呢好似係一个总结咁样。今日呢就嚟同大家分享我成个转行嘅经历，希望呢帮到正在苦恼应唔应该转行啦，又或者呢喺呢个过程当中嘅朋友仔，继续为大家加油打气。在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只是很想快点脱离读书的环境，找一份高人工的工作。那经朋友介绍呢，我就入了一间加拿大的电信公司那里做客户服务相关的工作。那在这份工作里面，我就学到很多怎样跟客人应对啦，跟不同部门合作啦，还有所有东西都是 customer first 的思维模式等等。当然大部分的客人都是很好的，有些特殊的情况又或者等待的时间实在太长呢，那客人有情绪或者不开心呢都是人之常情啦，那也都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呢有些时候呢都会有很多没道理的谩骂啦，那就会令到你去想，为什么世界上有些这么不讲道理的人。 Kind of 有少少打开了一个新世界，就是觉得哇，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人。而我的情绪呢都会因为这样呢，在一日的工作里面呢是不断呢又上又落。那其实做了一阵之后呢，我就已经有转行的想法了。但当时呢我不知道做什么好转什么好，那我就在 BCIT 那里 tick 了个 Digital Marketing的 course 啦。但是读完之后呢，我都没有说很积极地再去找下一份工作。我现在想回的话呢，其实可能当时呢我都挺喜欢做的工作，是可以帮到其他人啦，也都很安稳啦，所以为什么我当时就没有说即刻真的去转。而慢慢其实这些感觉是会累积下来的，因为太成日听到投诉呢，其实慢慢自己的人呢都变得呢是很喜欢去投诉啦，很喜欢去 complain 一些的东西，也都很容易发脾气，就是有种一味去 complain， 一味只是在那里说不满意，但是又没有实际的行动去改变那个状况。为什么当时我迟迟都没有一个决心说我就是要转行了这个状态呢？是因为我很怕做错决定，我很怕呢转了行之后呢才觉得啊，原来我原本份工作是很好的，唉，我错失了一份这么好的工作等等这些想法。而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年龄问题啦。那当时呢我去想这件事的时候是26、27岁啦，亦都是在一个订婚的状态当中的。那而当时其实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已经讲说我升职啦，即可能结了婚就会生小朋友啊，或者去买楼啊等等这些的话题。那如果转行来讲就真的从头来过的了，那在经济上可不可以负担到呢？可不可以有这个这样的转变呢？而哦，如果真的要转行从头来过的话，可能生小朋友或者买楼这件事都要延期啦，或者再从长计议。而我最后为什么会下定这个决心呢？就是2020年的时候疫情爆发的开始啦，也都令到我们可以 work from home 啦，就多了很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生啦，我可以说。而同时那一年呢都是我结婚的那一年来的，所以也都有很多关于未来的事要去规划。那当时呢就有一个问题呢令我下定决心呢要转行的，就是刚才一开始问大家的问题啦，五年之后究竟我想要有什么工作有什么生活。当时的我呢是不能够想象自己依然做同一个职位啦，在同一份的工作里面。而这个呢都是我转行决心的开始。那而
第二樣嘢咧，令到我下定決心嘅咧，就係因為我係咁 complain 脾氣唔好嘅時候咧，又影響到好多嘅關係啦。咁無論係同我老公啊，可能同屋企人啊，每次可能講到少少嘢咧，我就會好激動啊，或者我就會成日咧去 complain 一啲嘅現有嘅狀況，但係咧我實際咧又冇諗過要去行動去改變啲咩，淨係齋講咁樣。咁所以咧，我老公咧又去到一個位咧，佢已經同我講話，無論你想做咩決定都好咧，都會支持我啦。同埋咧，佢話如果有一啲嘅嘢我唔諗住要改變嘅話咧，咁就唔好再 complain 啦，因為 I complain 咧係冇意義咁樣。呢一句説話其實佢講咗好多次噶，但係就喺我下定決心之後嘅嗰個位咧，呢一句説話先 click 入我個腦裡面啦，先醒覺真係要停止呢一樣嘢啦。因為自己其實係唔中意人成日去 complain， 但係我而家就好似變成咗自己唔中意嘅嗰種人，所以我就知道，我要停止啦，我要去真係去作出一啲嘢改變。咁第三樣嘢就係因為結婚啦，咁我同我老公都會想組織家庭，有小朋友啦，一路都會覺得如果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咩嘅話，我又點樣去教我嘅下一代，我點樣教我嘅小朋友？你去揾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啦。但係我自己其實根本都唔知道自己想點，可能我自己需要整理一下自己，去好好規劃自己究竟想做啲咩，去做到嗰樣嘢前提之下先去諗有小朋友。亦都因為同一份嘅工作，令到我有好多情緒上牽動啦，都唔想將嗰啲情緒帶俾我嘅小朋友，所以就令到我更加想去轉行啦，去揾一份咧可以令自己開心啦，亦都有成功感嘅工作。我好建議咧，如果你有轉行或者辭職嘅諗法咧，先去睇睇呢本書，叫做《讓每一次離職更加分》。喺呢本書裏面咧，你聽落去好似就係教你點樣辭職咁樣啦，但係咧佢係一步一步咧去幫你重新去認識自己，認識自己嘅需要啦。而我之前咧都有 podcast 咧同大家分享過呢一本書嘅，咁如果你想聽一個濃縮版、精華版我去介紹呢本書嘅話，都可以聽下我嘅 podcast 啦。下定決心轉行之後咧，有好多問題咧要繼續去諗同埋去計劃嘅。第一個問題咧就係轉行轉去邊先得㗎？要做啲咩先得㗎？如果唔知道自己想做咩，諗唔清楚呢個問題嘅話咧，可以睇下先前呢條片啦，令到你更加快咧知道自己想做咩嘅工作。當其時咧，我就寫低咗下一份嘅工作我想要有嘅職場環境同埋工作性質。第一樣咧就係我想要有更加好嘅收入啦。第二樣咧就係我想可以用到我嘅創意咧去解決其他人嘅根本問題，亦都咧係可以幫到其他人嘅。第三咧就係可以一班人咧去為一個 product 去一樣嘢去努力。我覺得呢一個係我好 enjoy 嘅，由我以前讀書時期，我都係好中意一班人咧一齊去做 project 啦，一齊去完成一啲嘢。我覺得嗰樣嘢可以俾到我有好大嘅成功感。呢度講緊嘅咧係喺香港嘅讀書時期啦。咁嚟到加拿大之後咧，其實咧我就已經係要避開曬所有呢啲 group project 嘅嘢，因為我好怕咧去講英文啦。咁而亦都係呢一個契機咧，令到自己係好想轉去一個全英文嘅環境啦，一定要喺講英文去做嘢啦。咁就想令到自己嘅英文咧越嚟越進步。当写低咗呢一啲嘅条件之后咧，第二步要做嘅咧就系去揾一啲嘅工作咧系可以 match 咧呢一啲嘅条件嘅。你唔需要净系集中写一个嘅，你可以写低几个你有兴趣又 match 到你嗰一啲嘅 criteria 嘅工作。咁而我最后揾到嘅咧就系 UX designer， 都可以叫 product designer 呢一份嘅工作。当你写低咗你想去入边一行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去对嗰一份工作去嗰个行业咧进行地毡式嘅搜查。睇下咧，究竟嗰份工作咧，實際上邊咧係做啲乜嘢嘅？你都可以去揾一啲嘅 job posting 去睇下佢哋需要啲乜嘢 qualification。如果你想睇佢哋一般翻工嘅生活咧，其實而家好多人咧都喺 YouTube 上邊拍嗰啲佢哋嘅一日嘅工作，佢哋究竟做啲咩咧，去記錄落嚟俾大家睇嘅。咁亦都可以令到大家有個快速嘅了解，究竟佢哋一日嘅流程，佢嘅時間表係點樣嘅。當你睇完呢啲資訊之後，覺得我都幾中意，都係我想做嘅工作。咁之後就可以去下一步啦，你就可以去 YouTube 啦，或者 Coursera 或者係 Udemy 去揾一啲咧平又或者係免費嘅課程，因為真係要實際去讀咧，你先知道你自己中唔中意嗰一類型嘅工作嘅。咁亦都喺讀嘅過程裡面，你可以了解到行業嘅一啲基本知識。當其時嘅我咧，知道我係冇可能再翻去讀四年大學噶啦。第一就係錢唔允許啦，第二就係我都唔會想再翻去讀四年啦。所以咧，我就去揾究竟有冇可能係有一啲嘅行業係就咁讀張 cert 咧，
我就可以做嘅。咁而 UX design 就係我見到有好多人都係讀一個 cert 就可以去做嘅行業嚟，亦都係吻合我先前嘅 criteria 嘅。咁為咗更加了解個行業啦，亦都有一啲基本嘅知識，真係了解一下我自己係咪真係中意啦。咁我就喺 Udemy 嗰度咧讀咗一個短 course 嘅。如果你讀完之後你都覺得這個就是我想要的東西啦，這個就是我喜歡做的工作啦，那我們就可以去一步啦，就是將所有的時間和你需要的錢呢都寫下來，整成一個計劃，一個 action plan 給自己去跟著。因為其實無論你要讀什麼都好啦，都是需要錢的，那都是要計一計啦。如果你有另外一半的話呢，都需要跟另外一半呢去討論一下這個計劃啦，可不可行啦，而看看對方會支持你的。因為有對方的支持呢，其實我覺得在這個過程裡面都是很重要。而最後這一步呢，其實我自己是沒有做的，但是呢我覺得這個呢是應該要呢在轉行之前呢就要做的事情了，就是 networking，去找在那個行業的人去傾下究竟他們對於你要轉入去那個行業有什麼看法，可以先了解到一些轉行的資訊，無論是找工作無論是讀書，那他們都會給到一些好的 tips 你，因為他們都經歷過那一段的時期，也都覺得有一些資訊是你要在那個行業裡面你才可以真正了解的。對於有網上有很多資源很多 article， 但是有很多的東西都是經過 filter 的，有很多真實的感受可能真的是一對一的情況之下你才會聽得到的。咁如果你可以喺轉行之前了解到咧，你就可以行少好多嘅冤枉路啦，亦都會有更好嘅指導。咁我將頭先以上呢六個嘅步驟咧，都整理成一個 Notion 嘅 file 啦。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可以喺下邊資訊欄揾到啦。當其時嘅我咧，讀完 Udemy 嗰個短課程之後咧，我發現我真係中意 UX design 呢一個行業喎。咁之後咧，我就決定去報讀呢一個 UX 嘅證書課程，一個 boot camp。一開始咧，我諗住一路做嘢一路讀嘅，但係最後咧有家人和老公的支持，我就可以全職去讀書。原本的計劃是一年內就可以讀完書加轉行成功的。如果大家都決定全職去讀書的話，在資訊欄裡面都放了一個是新加坡的 designer 設計的一個 template， 它就是可以幫助大家去計算你需要多少資金才可以全職去讀書，去維持住你的生活。其實之前咧，對於呢一個問題咧，我都拍咗條片嘅，因為實在太多嘢可以講啦。咁大家可以睇翻先前嘅影片啦。簡單嚟講係幾時咧？就係年頭嘅時間咧，係最多工作機會。其實我一開始咧並冇諗住咧攞辭全職去讀書，跟住再去轉行嘅，因為我其實都幾想睇下公司內部有冇機會去轉到啦。因為一開始有萌生轉去呢個行業嘅諗法，都係因為我做嗰間公司做 customer service 呢個位置，有好多同顧客溝通嘅機會啦。亦都有陣時顧客其實俾到一啲好好嘅 idea， 點樣去改善嗰一個嘅 app 或者 website 啦。所以其實我係好想咧可以留翻喺嗰間公司裡面咧做嗰間公司嘅 UX designer 嘅。但係當其時其實喺嗰個部門裡面嘅管理層面有好多嘅變動啦，而當其實都未有話我可以 remote 喺屋企做嘢，而他們的 team 是在 Toronto 那邊的，我也沒有想著要去搬或者是怎樣，所以種種的原因加起來我就決定辭職了。原本呢我是預計一年就是可以完成到這件事，但結果就是延誤啦。因為呢我是用了一年的時間去完成我的 bootcamp， 我當中做了很多 volunteer， 有很多的 hackathon 去參加，也有很多的 networking 的 event 這樣啦，所以就拖長了時間。而在那個拖長的時間其實我是很緊張，而且對於錢我是很焦慮的。幸好在我畢業之前我就找到一份 freelance 的工作，而大概五個月之後我就找到全職的工作了。當其時因為 freelance 完了之後，我有一段時間去找全職的工作，咁而嗰段時間都有出去 part time 幫人哋補習，去幫補家計。咁而因為 UX 一個行業裡面咧，個嘅面試過程咧係好長，有好多 round 嘅。咁所以喺等待消息嘅嗰個過程裡面，去等interview 機會的這個過程裡面，其實心理上是很大壓力啦，也都我自己覺得其實是很需要注意的一段時間來的。那段時如果有壓力或者有不開心，我建議大家真的給自己有一天
儘量唔好諗呢啲嘢。我知道其實好難嘅，當你冇工，你好想快啲揾到工嘅時候，你就會好 keep 住成日諗，成日想去改自己 resume 啊、portfolio 等等。但係喺嗰陣時真係可能一個禮拜有一日嘅時間，真係俾自己係真係可能出去出邊行下、唞下、玩下，忘記咗呢一啲嘅苦惱，然之後第二日令到自己好似重新開機去 restart 自己咁樣咧，再去改嗰啲 resume portfolio， 可能其實個效果會更加好，因為你嘅狀態已經唔同咗。同埋最重要的一樣嘢就係，如果喺 social media 上面睇到任何關於好多人可以好快揾到工嘅消息都好啦，都要記住就係每個人嘅機遇都好唔一樣，你有嘅 resources 都好唔一樣。好似我咁樣，我冇朋友做同行，冇朋友可以拉我入去，呢樣嘢係好難嘅。咁所以要清楚知道，其實每個人嘅狀況都好唔一樣。不過咧，我相信咧，為到自己可以揾到一份自己中意、真心 enjoy 嘅工作咧，我覺得呢個過程咧係值得嘅。雖然對比其他人，我用咗好耐嘅時間。希望今日影片都幫到你啦。如果你係一個考慮緊要唔要去轉行嘅過程，又或者你係正在轉行當中等待緊一個工作機會嘅話，希望以上嘅呢一個過程都能夠俾你作為一個參考啦，亦都可以鼓勵到你，為你打氣。而回應翻個標題啦，無論係27歲、30歲、35歲，喺人生任何一個階段當中，當你覺得想要去轉變，想要去找一份自己真心喜歡做的工作的時候，過程不容易，但只要你願意的話，完全為了自己是值得這樣做的。如果你想看我當時真實的經歷和想法，可以去看看這個 playlist 啦。我當時是有 vlog 住整個過程的，希望你都會喜歡啦。我們下個禮拜再見。